新闻的时候，他看新闻都没有听好，他跟我讲说泰国死了800多个人，然后我就想他一定是看错了，我就下来，我就打电话跟他说，妈妈，受伤的死的只有10几个，其他800多人是受伤，人家还没有死，他就说那还不是一样，死和受伤还不一样，死就死了，受伤都会死，是脚断掉还是怎样而已。你不要随便把人家杀死。那日本那个记者呢？后来有没有记者？他就死了嘛。他说他家里有一女一男呢。对啊。嗯。对。他8号才来了，10号就碰到了。哦。对，然后我妈妈就是想尽任何办法不要让我回泰国。对。还有他的朋友。真的、啊。就跟我说非常的危险。哎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不要去那边，让人家用子弹射就好啦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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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，谢谢。